晚上好。我想看看还有谁没睡觉。这么多人没睡觉吗？你们在干嘛？没喝多，没喝多。我只是不困而已。我只是不困，然后想看看有谁没睡觉。你们都是海外党吗？七幺六的告白气球，么么哒。我明天下午2点多的飞机，还好。全是外国人吗？你们现在全是在国外的人吗？全是留学生。明天回那个什么呀？明天回杭州，明天回杭州。不是外国人，留学生，现在 GOAT 的魔法师。开播了，晚上好。哦，谢谢蛋挞的1314。我只是想试探一下，看看晚上这个点有多少人。谢谢鬼鬼的魔法书，谢谢鬼鬼，终于赶上了。这一看，看见没有？我直播间留学生真多，屌不屌？是。阿普喝多了，还好吧？谢谢阿 QQ。有一点吧，他应该有一点吧，但我今天还好。因为喝完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下，说他觉得这个酒有点后劲儿，我看上去不太好。你们觉得现在看我觉得我喝多了吗？觉得我喝多了吗？我是瘦了，我瘦了好，瘦了20斤。没喝，今天真没喝多，喝多了不是这样的。这证明啥，你们知道吗？这证明我那个药是有用的，屌不屌？瘦了20斤吧，差不多。吃药了，就是饿瘦的，不怎么吃东西的，就是不怎么吃。比何时瘦了？高德莱第三季的时候160斤，高德莱第四季的时候141斤，高德莱第五季的时候135斤吧，算瘦了吧。就不怎么吃了。谢谢 JES 的这个什么呀？钻心是什么？现在不结实。哎呦，你们不懂，你们不能劝我不减肥，这是男明星的自我修养。哪个男明星能胖啊？谢谢鬼鬼，谢谢小锦。对吧？那明星不都得瘦吗？哦，谢谢 Jennifer。这一看全是国外的，是瘦了，是挺瘦的，不会再瘦了。下周我们的这个刑警的废柴可能会提前，然后可能周一就得来北京。我能读他名儿，他因为他是我房管呀。谢谢瓜爸爸，周一就得来北京，然后最后一期了。谢谢饭团，然后我会提前，
提前一天来，然后可能会约这帮人吃个饭啥的，谢谢景心孕育。都有谁？文涛、蒲熠星、火树。谢谢 JES 刘雪琪吧，少帮主，我。但是 JY 没定，我今天给他发了个微信，他说他尽量，就现在不知道 JY 会不会来，但我希望他能来。谢谢 JES 的能量石。我说实话，今年我 JY 过生日，我不准备给他刷礼物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屁用，真的。刷个礼物是给，我觉得就是给粉丝看的。我觉得没必要，然后让平台抽一半，就我还不如送他一个现实中的礼物。我发红包，我去年还给他发了个3000块钱的红包呢。之前总是觉得，哎呀，这要是不刷个礼物，还得有人在那嚼舌根，说什么，哎呀，李小怂怎么怎么样，这边过生日连个礼物都不送。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也不会在乎这些东西了，就愿意说啥说啥了。老子不屑了。谢谢奥利奥。看看吧，有可能送他一个我的那把椅子，因为那天聊天他说他挺想要，他到时候要是没买的话我就送他100吧。谢谢豆花的坚持，看看吧。哦，谢谢豆花的告白气球。送肯定送新的呀，那不能再送旧的，哪有送礼物送旧的？谢谢豆花的告白气球。上课去，上课去，现在几点？你上课去？现在是凌晨3点多，快凌晨4点，你要上课。真的假的？谢谢 JES。你看你们今天算捡着了。第一，我平时不会这个点儿直播。第二，我平时直播也不会一直在这儿这么那个啥，完全。跟弹幕进行纯问答，是不是捡着了？这是晚睡和时差党的这个福利。我啥时候睡？我总不能开播10分钟就下了吧？那感觉我像是来骗钱来了。我确实是想聊聊天啥的。你们都困了吗？谢山月如酒。怎么也聊个20分钟吧，对吧？怎么也聊个20分钟吧。你们有人是现在喝完酒了吗？行，101500。我这个帽子是哪买的？韩国代购吧。
谢谢105的魔法叔，晚安。我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帽子？我这帽子好久没戴了，其实我帽子还挺多的。晚安。我下午2:40的飞机。我这么告诉你们吧，你们在直播里看见过我戴的帽子，只是我帽子的1/3吧。我因为我有好多帽子是找代购买的，找代购买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好多帽子买过来以后，因为是代购买的不能退，但是那个帽子的这个尺寸太小了，我戴不进去。我脑袋太大了。很气。哎。谢谢冥王星的火锅。抽二手的有点不太好意思，你们还真以为我天天在那说什么呀，我给你们抽我用过的啥用过的啥。我就真能抽啊，不好意思，抽也是给你们抽新的。上次那个鞋怎么处理了？没处理，就在那个啥放着呢，就在那个鞋柜里放着。看看吧，那我可以选择给你们，要是你们要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选择抽。有可以抽的，但都没有标签也没有包装啊，你们不介意。是没带，但是就没标签没包装的那种。谢谢北野，可以啊。我今天喝了几瓶，3瓶吧，今天喝3瓶都不晕，那天喝2瓶就挂了。今天给八哥吃急眼了，哎呦，九哥哥真的，我没想到他这样人，我他妈都炸了。我蒲一星陪陪加登八哥九哥哥抱抱7个人去吃饭，然后今天九哥和八哥打 PK， 八哥输了，说八哥请客。哎，我刚才看见一个礼物，但是没那个什么。然后九哥说那他来定地方吧，他找了一个串店，找了一个串店。然后到了串店以后，因为他们都对我比较认可，觉得说刘晓松点菜还挺厉害的，刘晓松点嘛，我说我操，这串我都不愿意点，串能点出来啥玩意儿？我说那就随便点一点嘛。一串牛肉串，就这么大一串啊，一串牛肉串88，这么一串五花肉18。一瓶啤酒45，330毫升的喜力45，当时就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说这个店也太他妈贵了，能贵成这样，它绝对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牛肉该不会是那种 M9 什么和牛入口即化吧？不是，点了以后我们发现那个肉都嚼不动，嚼了半天嚼不动。八哥请客，然后八哥坐我边上，你知道吗？我看这个价格我就为难了。然后九哥说：“刘晓松，你这干啥呢？怂哥，你怎么不好好点呢？犹豫啥呢？”我说：“哎呀，我不知道该咋点呢。”八哥说：“没事，你就放心点，你甩开膀子点。多少钱呢？多少钱？吃个羊肉串，你就随便吃到饱，你想咋点咋点。这个钱我还掏不起吗？88一串牛肉串，我说那先来10串牛肉串。”来20瓶啤酒，然后羊肉串是26一串，我说那就来10串羊肉串，然后谢谢炫炫小宝贝，谢谢露露，点了一些东西吧，花了3000多。吃羊肉串吃3000多，这都不是不牛逼，关键最牛逼是，
他家那个羊肉串的味道跟我们平时吃就是这么多人花300块钱的味道是没有区别的，你知道吗？就不是说哎呀这家食材多牛逼或者量特别大都没有，就纯属是靠不要脸来要价。就好比是我现在觉得我每天直播，哎呀收，哎呀收两个钞票箱都到头了，但我就舔个逼脸就非得要俩藏宝图，关键还是要着了。那咋换呢？那还好意思换吗？他真有可能是按照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物价来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价格。吃完以后，霸哥就是最后临走之前把他杯子里剩那点酒干了，干了以后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还挺印象深刻的。谢谢小宝贝儿，这家店啊，用不了多久就该黄了，挺不了太长时间。像我们这种傻逼，来一个少一个。哦，谢谢娇娇的守护者权杖。谢谢娇娇，恭喜！太恐怖了，真太恐怖了。然后那个抱抱说没吃过烤榴莲，说点一个烤榴莲嘛。我说那个服务员，来烤榴莲。他说先生要几位？我说你家烤榴莲是按位的，他说是按位的。我说多钱一位啊？190一位。来一位，我说就是这个妹子想吃，咱们哎呀，大老爷们吃什么烤榴莲呢？买一个烤榴莲190，叫什么？我先 L I N K 吧，好像叫 L I N K 串吧，你们自己搜一下吧，好像是叫这个名。一瓶科罗娜45，一瓶喜力45，一瓶福加白55。嗯，再塞完条。好像是叫这个名，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不正常，肯定不是正常的。最基本的羊肉串是18块钱一串，在沈阳同样的羊肉串差不多能价格在1块钱一串左右吧。谢谢 R A R I A N A 的能量石。肉多吗？就是一个18块钱的羊肉串差不多是这么大，跟你吃那个正常饭店3块钱的羊肉串的肉量是同等的，并且也没有吃出来肉质要比它更好。吃它主要是吃一个性格，吃一个气氛，吃一个自己对价格的承受能力。客人多吗？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两桌客人，一桌客人是九哥哥的粉丝，一桌客人是我们。我们能去吃这家店的原因是因为九哥的粉丝在那儿等九哥哥。没有，我们分开吃的。这一想啊，九哥哥那句话算是救了八哥半条命。这个九哥的这个朋友来了一句说，哎，这个坐一起吧，要不然咱坐一起吃吧。然后九哥说，哎呀别了，这个不方便，咱们还是分开坐吧。这要是坐一起，你就是不说别的，那个88的牛肉串是不是还得至少多点4串？那些还有里面还有女生，那一个女生会不会点一份烤榴莲？万一赶上女孩和男孩酒喝的多一点。谢谢贝大贝宝大 W 的魔法书，45一瓶的这个喜力，哎，一人再来3瓶，这几个人至少能多干出去2000块钱。
真的。欢迎露露，咋样？我开播了吧？谢谢 GOAT 的那个啥加速器，还有小张能量说，太顶，真太顶了，服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形式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也跟八哥约了，我就说八哥九哥咱们以后再相遇咱们就直播打 PK， 谁 PK 输了谁请客。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八哥的这个水平，PK 二十分钟收了1000的虎粮，哎，收了600的礼物，我觉得我吃定他了。这600里面还有100是我的，所以说我以后一定要跟他 PK。而且我刷了100块钱，当时是他的榜十，然后八哥还有钱，哎，他还不好意思拒绝，还要面子。嗯，哎，今天是，哎，你们知道今天是，哎呀，今天算了，今天你们也别那啥了，今天我有点不好意思，今天是1.2倍亲密度，没什么屁用。你们去搜一下霸哥阿木木企业级打野，如果说你们要看得懂英雄联盟的，可以去搜一下，可以上 B 站搜一下。如果说你们看得懂英雄联盟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标题是2倍吗？今天是2倍吗？到底是多少啊？哎，谢谢露露的1314。不是，我那个标题是我昨天直播没改，你们不能误会了吧？这不能算是我诈骗吧？哪个特效？这个特效昨天是2倍，但我忘改了。对，霸哥不是说霸哥单杀德赛，霸哥阿木木打野，搜霸哥阿木木打野。那对不起了，那不可能退钱了，我是功德钱，退是肯定不能退了，只是说我一会儿会把标题改掉，不能再叫这个了。退不了了，是玩上的。我手指变粗了，真的假的？我手指变粗了，我手指变粗了，是肿了吗？角度问题吧，不可能变粗了，怎么可能变粗了？我也没干嘛呀，没短，这短了吗？短了吗？没码。没短吗？我确实是巴掌脸，但我巴掌脸的原因是因为我手大。嗯，我巴掌比别人大，真的，我巴掌比别人大，大巴掌。睡吗？差不多，等会儿就睡了。嗯，现在几点了？你们帮我看一下时间，谢谢。行，晚安，这丫头，我也4点多了，我以为现在也就3点半。
那撤了，睡了。那明儿见了吧。明儿见了。不能通宵，要睡觉了。拜拜了。妈，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见了。拜拜。晚安了。在国内的就早点睡吧，在国外的好好玩。拜拜。谢谢奥利奥的魔法书。晚安。